OK 啦，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弹俾我听。但咪住，你呢度快咗少少，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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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嗰度快咗少少，系啦，再前少少个巴开始啊。Thank you.
即系去到诶，睇下先啊。即系去到个 dose 嗰个位就停咗啦，系咪？系。系啦，咁嗰度咧，其实之后都系 cross hand 嚟嘅嗰个位，系啦。OK 啊，前面练得几好、啊。即系虽然佢你唔系弹到话哇好加晒所有啲 details 落去，但起码你俾我 feel 到你系呢个星期啊呢几日啊，你系有练过琴嘅。嗱呢样嘢好好，心态上即系练琴嘅 attitude 啦，同埋你坐在鋼琴前面你是要 focus， 其實你是會有些事是做到出來的，這件事你是、慢慢去感受一下，因為先前可能學校很忙的時候你每個星期抽到在琴上面的時間可能就這樣彈彈彈彈，但你可能不會很 focus 看一些很微細的位置，但你現在試一下你練琴的時候就加上這些東西下去看看個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Alice 今次我聽到是 有 positive 的東西，是的，即起碼有些東西是好的，是的。好，跟住我們一起試一下看、我們接住下去先，因為其實你不是剩下很多的，你是應該剩下、一版多少，即 roughly 兩版左右到，是的。那我們現在試一下彈埋那個左手 I mean、cross hand 的那個 pattern， 是的。你呢幫我彈左手的DOS 嗰度開始，即係呢一個啦 ，D A F 係啦，咁你又俾我試下 mark 翻一啲嘅 pattern 出嚟咯，好唔好？係啦，即係我咪要知道大概噔噔噔噔噔噔出現咗幾多次，係啦，咁我又要 mark 噶咯，你而家可以開始。嗰、那個係巴幾啊？你可唔可以話到俾我聽啊？係110定係10111啊 ？DOS 嗰個係啊，111。Thank you。好，咁你由111嗰度開始彈個 left hand。好啦，冇啦，跟住。系啦，跟住嘣嘣嘣嘣嗰啲系唔理佢嘅。好啦，轮到 right hand 咯 ，right hand 都系111嗰度开始。好啦，咁呢度咧你要弹慢少少啦，因为我惊我 highlight 唔切啦吓。预备可以开始。你等我试试先。哦，佢呢一度咧系咁样嘅，佢系一样啦，都系111嘅第二拍嗰度开始为计，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三个，应该系咁样嘅，系啦。哒哒哒哒哒哒，睇下先，我点样做得靓少少先。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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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啦，呢度就得两个哒哒哒哒，跟住就系哒哒，跟住就系二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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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跟住又翻翻去 D。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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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呢个 special 嘅呢个系另一样嘢嚟嘅。哒哒哒哒哒，好啦，咁我就揾咗左手就有两个 pattern， 就系呢一个。跟住之後，第二個 pattern 係呢一個，第三個咧淨係出現咗一個嘅啫。
其實這個呢它都可以計算在 pattern 當中的 I mean the staccato， 我不看鏡頭，你不用，不是沒有禮貌，因為我在看我的譜。咁跟住個 right hand 嗰度咧就出現咗，都係兩個大 pattern， 再加一個細 pattern。我講緊嘅係一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一一去到一一八嗰個位，係啦，我哋 focus 咗喺呢一度先。好，好啦，咁而家你試下就彈出嚟啦。嗱，我暫時咧我就係咁樣嘅 marking 嚟嘅。哦。我 send 咗俾你嗰啲咧，即系你唔好当就咁碌上，即系你睇下有啲有用嗰啲，你自己 mark 翻喺我琴谱度。因为咧，我呢啲 highlight 咧，我就中意，因为平时我就算嚟你嗰度上堂，我都系攞铅笔。咁但系咧，有呢啲 highlight 咧，咁其实真系清楚好多噶。你练嘅时候，你大概知道喂嗰个位我要转咯啲 pattern。咁因为你份谱系好 plain 噶嘛，都系一只色噶啫嘛。咁所以你可以，同埋咧，唔好怕就系话。我哋有兩種方法嘅練琴嘅時候，我唔知道你 buy 唔 buy 啦。以前我練啲好長嗰啲歌咧，我就會有幾份 copy 嘅。第一份 copy 咧係最亂七八糟嘅。同埋咧，我哋都要同老師傾啦，即係我嗰個老師啦 ，professor 啦。咁佢就係佢唔中意用 copy 嘅，佢要寫喺嗰份譜度。但我自己練琴咧，我會自己印咗一份乾，印幾份乾淨嘅出嚟先。咁第一份咧就好似我而家咁咯，因為我哋可以自己大膽啲做啲 analysis 或者係一啲結構上方便我哋自己練琴嘅 marking。因為 professor 真係好叻噶嘛，佢都唔使睇佢就知道啲 structure 係點樣咯，佢都知道呢度係改咗咯，係咪先？即係大家個 level 唔同噶嘛，咁所以咧佢唔會明點解我哋要 highlight 咁多嘢嘅。咁但係唔緊要嘅，我哋方便自己去練到琴就為之 OK 咯。不是说哇我很 plain 地去看，那你每次就很辛苦地去找一些东西等你去看，很辛苦咯，看那么 plain 的一份谱。那好了，当我自己 improve 了，那我就会拿第二份琴谱出来 mark 回第二个 level 的我了，就是我已经练熟了 pattern 上的东西我都搞定了，现在是一些位置，譬如大小声我自己不注意的，那我就会 mark 在第二份谱那里，如此类推。咁所以我有咗呢一个习惯之后，咁加上今次我哋用呢一啲叫做 online 嘅形式去上堂，我有好多呢一啲嘅资源啦，我可以每一次就 download 一份干净嘅谱落嚟画嘢俾你，系啦。咁以前唔得噶嘛，以前只可以攞铅笔或者系一啲擦得甩嘅笔喺你份谱度画。咁但系咧，我觉得，咦，我重新再用翻呢一个方法，其实真系可以嗰份谱我每一次再睇翻。我用翻上一次我寫俾你嘅 note， 再 download 翻落嚟一睇，其實我哋今日可以咁樣去加啲嘢落去，咁就好清楚咯個結構，好似特別係呢一個一一一至一一八呢八個小節入邊就好 clear 啦，係啦，你而家就當然未睇到啦，因為我未 send 俾你啊嘛，係啦，咁你可以試一試頭先我同你分析嘅嗰樣嘢，睇下你明唔明，係啦，咁咧當一一一彈第二拍嘅時候。第二拍的時候給多一 點的 accent 下去，少少可以了，不要太多，因為它事實上是沒有 accent 的，但是方便我們去分句，你明白我意思嗎？那你現在試試彈一次吧。好啦，咁跟住咧，我哋继续落咯喎。咁我哋去一一九嗰度啦，一一九嗰度咧就有啲 double notes 嘅出现啦。咁我感觉上就好似容易啲嘅，因为佢唔系太多变化。系啦，佢系得两组嘅啫，就系呢两组。OK， 个 right hand 得呢两组。
咁反而咧，等我睇睇先，系啦，呢两组 highlight 埋佢先啊。好，左手就系全部嗰几个跳音啦，卜卜哦，左手仲搞笑，佢系得一个 pattern 嘅啫，系啦，一个 pattern 嘅啫，你跟唔跟到？跟到。Very good，咁呢四个小节你都应该搞得掂噶啦。而家试下将佢 hands together 搞掂埋佢。非常好啊！跟住之后呢，嗰几个就系个大嘅 chord 啦。好啦，呢一行就全部识噶啦。OK，咁呢个我冇乜特别嘢要同你讲咯。跟住就系、是、我嗰度有个 ornament 嘅，你见唔见到你嗰度有冇 ornament 啊？有。系啦。佢啦，佢后边开始有少少唔同啦。嗰、那个 ornament 都系新嘢嚟嘅，咁但系完咗 ornament 之后呢，佢等先啊，系、哎、完咗 ornament 之后嗰一句亦都系一模一样嘅，highlight 翻唔同嘅地方先，即系。系啦，嗰度咁好啦，你呢一句试下弹下，因为呢个系比较容易啲嘅呢两行。我唔明嗰度。唔系由大嗰个 chord 嗰度弹到去 P 嗰个位。嗰度咧，净系对个 ornament 系跟呢一个嚟到去对嘅，对一个嘅啫。听唔听到？系啦，你试一试。佢系 B A G sharp A，啱晒。系啦，跟住嗰度好容易练嘅咋，嗰度呢，我好早之前同你分析咗点样练，即系练啲八分音符，佢根本呢度就系得个八分音符，系咪？佢左手嗰度呢，其中有一个小节系横跨咗嘅啫。OK，试下练下咯，我哋呢度我冇音可以教你，太简单啦。你而家试下弹咯，由个 P 嘅 left hand 嗰度开始弹，即系个 B 音嚟嘅。慢少少，啱嘅，继续。
你等我一陣，我 highlight 緊。係啦，嗰度係哒哒，聽唔聽到？都係嗰個嚟嘅啫。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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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啦，我哋大概去到邊個bar呢？我咧想你俾個bar number我嘅啫。就是啱啱你彈到嗰個 phrase 嗰度咧，就係第三段頭先不斷咁樣係高音嘅，係呢一個。我想要嗰個嘅 bar number， 即係有一個 C sharp， 跟住跌翻去 middle C 嘅 C sharp 嗰個 bar number。145。Thank you。好，係啦，呢一個位就係頭先我哋咧就係、是。話好簡單，好簡單嗰個位，佢最後噶啦，呢、這個即係最後嗰一段嘅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八分音符嘅一個 melody。係啦，跟住之後我哋又要加個 left hand 嘅嗰啲咁樣嘅一拉一連串嘅一個八分音符上去咯，得唔得 ？OK， 咁我哋試下加埋呢段，去到大嘅 chord 嗰度，我哋就可以停，好唔好先？今个星期俾咗成个差唔多成个 page 你，可唔可以应付得到？可以。Very good。好，咁我哋而家由 crescendo 嗰个音开始咯，即系left hand 啦 ，left hand 系去翻 treble clef 嘅。系啦，简单 melody 嚟嘅，试一试。即是我們去到156那裡停。哦。是的。是的，你加埋。Oh, very good， 你可以加埋，唔加都得，冇乜所谓。系啦，好咁，跟住我哋而家试下145，任何一个位置开始啦。我会系由 middle C 嘅 C sharp 嗰度开始计啦。咁一路 hands together 弹到去156，系啦。咁你可以慢啲。喺边？145嗰度 ，bar 145嗰度开始，嗰度开始，跟住 hands together。Very good， 啱啦，冇錯。咁我嘅要求就係咁多嘅啫，今日，即係話我哋可以去到156嘅咯喎，今日得唔得？係啦，咁下一個星期二，如果我陣間 confirm 咗可以咧，咁我就應該係陪你練呢一首歌，係啦，即係可能聽一次，有啲大問題嘅會執出嚟，但係我未必會加啦，因為我係會俾一個星期時間你去練嘅。係啦，即係俾多幾日時間，你可能星期四先要再加啲 bars。咁另外就可能會陪你一齊再練翻一啲 scales。
咁即系话，如果你有时间咧，你温定啲 scale 差唔多啦，知唔知道？好，咁你有冇其他问题问我先？冇。冇，咁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噶，你可唔可以试下由头先个 beginning 弹到去110嗰度啊？新嗰啲唔使弹啦，系啦，我想再听多一次。Thank you.
好辛苦晒啦。今日我好满意你课堂嘅表现同埋你个 preparation， 系啦。咁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啦，得唔得？好，咁可以叫细佬过嚟啦。